光头强发现汪汪队的灰灰开着消防车来了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红色涂灰灰的帽子。用灰色和紫色涂汽车。用棕色涂光头强的帽子。用浅黄色涂光头强的头部。用深蓝色涂光头强的上衣。用紫色涂光头强的裤子。用绿色涂草地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